我们来看美涛特约，腾讯网，2009星光大典年度飞跃电影男女演员入围者，请看大屏幕。美涛特约，腾讯网2009星光大典年度飞跃电影女演员，闫妮，三枪拍案惊奇。How much？ 她在屏幕上演活了一个女人生活百态，她的表演活灵活现，不落窠臼。她是那个爱笑的女人，她是那个勇敢的女人。你告诉我，2009年度飞跃电影女演员闫妮，美涛特约，腾讯网2009星光大典年度飞跃电影男演员苏有朋，你就朝青春风声。青春对他而言是舞台上又唱又跳的乖乖虎，成长对他而言是电影中个性十足的魅力主角，用一次次的突破完成了由男生到男人的蜕变。2009年度飞跃电影男演员苏有朋，恭喜有朋，恭喜闫妮。来，于娜再为我们正式的宣布一下，获得美涛特约，腾讯网2009星光大典年度飞跃电影女演员荣誉的是闫妮。两位呢，确实是以实力得到了这项荣耀。获得美涛特约，腾讯网2009星光大典年度飞跃电影男演员苏有朋。他们两位分别呢，在《三枪》还有《风声》当中呢，有出彩的表现。恭喜两位，请发表感言。来，请两位可以上到台上，为我们发表获得荣耀的感言，谢谢。咱们第二天在一起了。是，那我先说，感谢那个腾讯的网友对我的支持，还有感谢我的影迷，你们一直伴我左右，陪我成长。感谢张艺谋导演，感谢三枪剧组的全体合作者，你们帮助我完成这个角色，我会继续努力，谢谢你们。我要谢谢我的公司华谊兄弟给我这个机会，也要谢谢整体风声台前幕后最优秀的工作人员，也要谢谢腾讯，我明年会继续推陈出新，谢谢。